来扶一下。好痛！这钟瑜怎么那么心狠，把你弄成这样？放心，伤口不深，消炎针也打了，不用担心感染。谢谢。伤口要包扎，马上给你止血。来来，我来帮你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小心一点。好。慢一点。这是胎记吗？你什么时候有的？我小时候就有了呀。很丑是不是？我一直想把它搓掉，可是都搓不掉，好讨厌。我也想要洗干净，妈妈，你帮我把它搓掉嘛。哎，夫人，你不舒服啊？孙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没事，赶快包扎起来。你这个胎记呢，千万不能擦掉，万一哪天你走失了呢，妈妈可以找到你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嗯。夫人，那我先去忙了，有什么事再叫我。谢谢。孙妈妈，谢谢你来陪着我，帮我的忙。没事，举手之劳。痛吗？好多了。难道他真的是？菲菲也是新加坡华侨，怎么会这么巧？